係，大哥啊，唔知唔覺咧，而家係幾點鐘啊？而家已經係11:30噶啦。咁大陸時間咧係幾點鐘啊？睇先，係2:30，即係禮拜一嘅下晝啊。我哋呢度咧就係深夜噶啦，咁好快就到凌晨。禮拜一咁啊，喺呢個咁嘅時間段咧，繼續咧做我呢個今日午夜彈琴之12輯啊。夜靜人靜嘅時候啊，夜深人靜嘅時候啊，亦係我哋洛杉磯今日咧就係母親節嘅。咁啊，母親節咧就已經係祝福天下嘅母親節快樂啦。咁從早拍呢個視頻，一直每一輯視頻我都有涉及到母親節嘅內容啦。咁的確咧就係母親節係好偉大嘅。咁亦係將近過去啊，就半個鐘頭到咧，今日呢個母親節啊，洛杉磯嘅母親節咧，就已經係打上個句號啦。不過咧，就係喺不過喺呢度咧，就一年咧，就係有一個母親節啦嚇，即係一個法定節日啦嚇。咁希望咧，就係每一日都係母親節快樂嘅，希望就唔係話單係一日嘅咁嘅母親嘅節日啊。就係咁啦。咁我哋就呢個時間咧，就係又係出嚟湊下熱鬧嘅咁樣嚇，咁係又係飲啖呢啲咁嘅綠茶啦，啊飲綠茶喺度，先頭咧就係食咗宵夜咁啊，呢度呢啲蝦啊，今日食啲蝦嘅，阿小楊買啲蝦，咁跟住咧就攞嚟炸咁啊喺呢度啊。今日已經係食咗，今晚咧食粥嘅，今晚咧食粥啊，依係粥嚟嘅，非常之好。咁啊有蝦，有嗰啲咁嘅菜啊，另外咧就係有腐乳嘅，咁啊清清淡淡咁樣咧，就係晚上就係食咗呢啲咁嘅宵夜。咁而家你就食飽個肚咧，其實你就係有啲眼瞓啊。我即係食飽個肚稍微脹少少咧，都係比較攰嘅，個人都想冚冚瞓嘅。咁啱啱上一輯視頻咧，就係講咗5分鐘啦，就係關於咧，就係今晚咧，就係一個好朋友啦，細勇啦，咁樣佢喺外州咧，就攞咗啲咁嘅鹿嘅骨咁樣俾我，咁佢見到我瘦啊，或者係點樣啊嚇，咁樣就話啊，你應該係多食下呢啲咁嘅即係補品啦嚇。咁上一次咧，佢亦係。喺半年前咧，咁佢喺外州咧就係拎咗啲咁嘅鹿骨俾我，咁我自己煮，即係自己嚟煲湯飲啊。咁發現咧就係啲鹿骨都唔係其他啲骨頭唔一樣嘅，咁啊煲嘅時候咧就一層好厚好厚嘅嗰啲咁嘅油，同埋啲臘啊，好似個臘咁樣嘅，咁咧就係即係與眾不同嘅，即係唔同嘅。咁我從來係未食過呢樣嘢嘅。咁我喺國內咧，曾經咧就去過一日遊啊，去嗰啲話咩鹿茸啊，我都買過。咁自己食過，但係咧從來未食過一啲鹿骨啊啲嘢。咁哇，原來咧就係煲出嚟嘅嗰啲咁嘅湯咧，係真係起臘嘅，即係可能啲臘你知道㗎啦，好似嗰啲咁嘅臘粥咁嘅臘嚟嘅，死嚟。即係你如果係滾嘅時候咧，你見唔到一層臘嘅，但係當佢攤凍咗之後咧，就一層厚厚嘅臘。咁所以你哋食呢啲咁嘅鹿骨咧，就一定要趁熱食。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冷卻咗之後，你食起嚟咧就顯得你就哇，嗰啲唔知咩嘢。咁所以我哋能夠係食到呢啲咁嘅鹿骨啦，鹿骨之中亦有肉嘅，唔係淨係骨嘅。有湯嘅話咧，咁就好多得呢位咧，就係我喺洛杉磯認識嘅阿細勇朋友。咁上一輯我已經幫大家講過嘅，佢係幫我童年，我帶佢幾個月時間嘅，大家都係屬雞啊，都係有咩嘅，佢係深圳，祖籍咧就係韶關嘅，咁我咧就係陽江嘅，我陽江人，咁佢祖籍係咩嘅，咁喺呢個咁嘅深圳嘅，咁呢個細勇咧，其實你。好有心嘅個人係唔錯一個嚇，亦講過係我係點識得細勇嘅咧，就係我妹嚟美國生 BB 咁嗰個時間，
啱啱好咁先認識到細勇嘅啊。我想啊，細勇可能亦係見過我妹啊，唔知有冇見過，可能見過啩咁樣嘅。而係通過一個山東嘅人嘅介紹話，哎呀，有廣東啊咁樣，因為嗰個年頭你啱啱嚟冇。嚟美國冇幾耐嘅，阿細勇嘢嚟美國冇幾耐，我嘢冇幾耐啊，所以嗰個年頭咧，大家咧可能會抱團啊，就咩意思啊？即係喺一個陌生嘅角度咁，同樣阿細勇嘢啱啱嚟到一個陌生角度，我又嚟一個陌生角度，嗰時候最需要朋友嘅，因為咧嗰條啊見到咧就係即係嚟到一個異國他鄉嘅時候咧，即係感覺到即係好孤單啊，即係好希望喺。最快的速度能夠認識多啲朋友，希望有自己能夠喺洛杉磯有個一個朋友圈嘅。咁嗰時候咧，就大家就有呢個共同嘅心願，所以呢個時候咧，我認識阿細勇。咁而阿細勇亦係啱啱嚟到美國冇幾耐嘅，咁所以話咧就嗰個年頭，哎呀，能夠喺一個地方一個陌生嘅地方能夠結交到呢啲朋友啊，係咪嗰時候係即係用咗？真嘅感情落去嘅，即係好似我喺廣州咁啊，生活咗40多年啦，咁即係好多朋友嘅。我相信阿細勇亦同樣喺深圳，亦係好多朋友嘅，係唔會孤單嘅。咁嚟到美國之後咧，嚟到呢個洛杉磯，咁你係咪即係每個人咧就會感覺到一種狂妄、狂恐嘅嘢？即係冇朋友喎，喺啲地方係嘛？你即係行去馬路上。你都唔識一個朋友，咁你電話買咗電話，你又冇朋友傾偈啊，係嘛？所以大家呢個情況下咧，就係一種抱團嘅，即係取暖，即係大家都係來自中國，無論你係喺中國嘅東南西北啦嚇，五湖四海嚇嚟到呢度嘅，都係叫老鄉。咁如果係喺大陸嚟講咧，可能廣東啊或者北方啊咁啊叫做北方人、南方人。但係一嚟到呢度之後咧，嚟到呢個咁嘅一個美國一個地方嚟講咧，咁大家就唔係叫做咩南北之分啊，變咗就係大家都叫中國人嘅。咁喺呢種情況下，你就嗰時候咧就首先第一嘅想法就係多認識啲朋友啊，認識啲朋友你先會有一種交際圈噶嘛啊，咁你先會。寂寞嘅時候啊，都可以話出去飲下茶啊，或者食下宵夜咁啊。點啊？喺呢個一個咁嘅陌生嘅環境下，你起碼你盡量喺個電話簿度寫上幾個人名，就係洛杉磯嘅。咁廣州係好多朋友，但係遠水救不了近火。有咩事情嚟講啊？即係乜嘢嚇？咁啊，當然係廣州好多朋友啦嚇。咁我只阿基又有啦。咁我又我飲茶，咁佢又。唔會陪我係飲茶噶嘛，咁我翻到廣州先幫佢哋一齊飲茶，咁喺洛杉磯你話飲茶嘅朋友都冇，食宵夜嘅朋友都冇，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咁啊就係認識咗阿細勇啊呢個朋友啦，咁唔單止係佢嘅，就係好多好多嘅咁樣嚇，但係傾得埋嘅係兩三個咋，即係我嚟咗5年啦，真真正正可能話識一打啊，識20-30個啊，但係嗰啲都係過路嘅，能夠。一直5年時間都仲係有來往嘅，甚至出去食宵夜啊，逢年過節啊，大家都仲可以出嚟見面嘅，可以即係當係朋友咁嘅，就係一兩個啫，一兩個朋友咁啊，細勇係其中之一啊，咁我亦係佢朋友之中嘅嗰兩三個係傾得埋嘅啊，一個首先大家又係廣東人啦，咁樣即係更加。在這方面就更加有共同點，即大家講粵語的嘛，即是講粵語的，當然在這裡認識的也有講國語的，也講下國語，但所以說呢，但最關鍵的都還是能夠大家都是同聲同氣同文同種，就是講粵語的，這個情況下我就幫他，其實我要把他當成是即是說是在美國的一個好朋友，即是長期交朋友的，即不是短期的，不是說在馬路上打聲招呼而已，即我覺得就是就算以後不是在洛杉磯生活或者什麼，我都是把它當成是自己的朋友圈的好朋友一員啦，係嘛？哪怕翻到去中國都好啊，咁樣佢喺深圳住，我喺廣州住，啊都成個朋友，或者我都會去深圳揾佢，佢可能會嚟廣州揾我，即係呢種友誼係咁樣建立開嚟嘅。咁經歷咗
5年之後啦。咁而家你話再識朋友咧，我估計咧，而家大家都懶洋洋嘅，可能都唔係話好，即係唔好人哋啊。反正我就覺得咧，就係我而家可以一個人都可以喺屋企做節目噶啦，啊，即係話識唔識多個朋友已經冇咩，我有時叫做朋友不在乎多。只在乎一兩個就 OK 啊！即係我係咁諗嘅嚇，即係識多都冇用嘅嚇，就係過路客嘅啫嘛。打細用嚟講咧，就係相對嚟講咧，就係即係大家嚇有共同嘅愛好啦。一個以前係飲酒啦，飲紅酒、啤酒啦，係嘛？加上年紀一樣啦嚇，大家都係咁樣嘛。而且佢係似個嗰啲咁嘅細蚊仔嚟嘅。啊！佢幫我同齡嘅，睇上去又係好似細蚊仔咁樣。誒，睇上去行街見到佢都係呢個學生仔嚟嘅，根本就唔似大人嚟嘅。誒，長一個娃娃臉，戴對眼鏡，斯斯文文，即係好似嗰啲咁嘅即係留學生咁樣啊。所以佢如果孭，佢又成日孭住個書包添啊。佢又中意孭書包，咁一孭書包咪更加體現咪好似咩人啊？好似啲留學生咁樣咯，係咪啊？咁佢老婆仲細個添啊！即係兩個人即睇唔出佢係上咗年齡嘅人，即係佢兩個人咧，如果完全可以去讀書噶啦嚇，分辨唔出嚟嘅，即係睇上去就好後生，好後生嘅啊！不過呢啲心態嚟講，啲可能啲阿細玉嘅心態比較年輕啲，所以佢嘅人係咁樣。但係今晚咧，佢能夠即係話兩公婆啊揸部車啊嚟我呢個墨西哥區。即係對我嚟講咧，就一種非常之感動啦！即係好多謝，咁我藉住喺呢個咁嘅視頻嗰度咧，就好多謝細勇夫婦今晚啊，能夠喺外州拎咗呢啲咁嘅肋骨之後翻到屋企，而又將佢親自揸部車送到我屋企呢度，咁我先頭咧就係攞咗啲骨骼放喺冰箱啊，咁即係喺度咧就係好多謝，好多謝。好多謝阿細勇呢啲咁嘅物輕情意重，即係物輕情意重啊！不過對我嚟講就唔係物輕啦，因為咧我係喺美國先係食呢啲咁嘅肋骨，而食肋骨嘅都係全靠阿細勇喺外州攞翻嚟嘅啊！咁啊，但係呢份情意咧係真係啊令人感動嘅，令人感動嘅啊！所以朋友唔係在乎多。亦唔在乎你幫佢接觸咗幾耐時間，唔係話接觸咗100年或者50年啊。但係有時往往人一個默契，人係講求一種心靈上嘅默契啊。人與人之間係講求緣分嘅緣分，所以有緣嘅人千里都來相會，無緣嘅人就算見面都係好似陌路人咁樣嘅。即係有一句話啊嘛。叫做無緣對面不相逢，有緣千里來相會。所以今晚咧就係我喺呢度就好多謝阿細勇，好多謝阿細勇嘅啊！希望細勇咧就係我哋都仲係好朋友嘅，好多謝，好多謝咁啊！今晚咧就係我就喺呢度咧就做呢輯視頻咧就係。即係將我今日呢個咁嘅感想咧，就係講出嚟嘅。係啦，咁依日我咁而家咧就真係已經係11:40啦。咁仲係呢度咧就係祝福母親節快樂嘅。咁另外咧就係願亦係祝福我母親啦嚇，或遠在呢、這個。我哋嘅祖國啊，隔住一個太平洋咁遠咧，咁我亦希望咧，就係通過呢咁嘅視頻咧，就係能夠一座橋梁嘅方式，係通過呢啲寬帶啊，呢啲咁嘅無形中嘅無形嘅電波，起到一種可以心靈上嘅感應啊，咁樣呢個係最咩嘅，所以話而是用這種方式是讓遠方的親密好友能夠實時地去看到我在洛杉磯的一切的動向。